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 QQ 康，很抱歉，由于版权限制，您所在的地区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。立即下载，错误码 61101.13080.1 5 1 b 5 1 2 3 3 3 4 6 4 3 a 9 1 3 9 f 7 4 a a 1 b b 9 5 3 7 0 2 0 1，我要反馈播放，下一集 0.0 直播，零点弹幕字适应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，取消广告，广告 50%75%100%Blind 0027 dbm 8KJ 播放模式 Chromeos 3变帅 1920x1080 视频宽高音量 50%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码 61101.1308.1 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7日21点03分15秒播放流水 5 1 b 5 1 2 3 3 3 4 4 3 a 9 1 3 9 h 4 a a 1 b b 9 5 3 7 0 2 0 1，本地日志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 10027 dbm 8 kj img.http://news.gtim.g.com/ls04861300083 64040083 6404800 视频官方赛课，斯顿夏季联赛十佳球骑士新秀，心中有眼，单手矛头射炸天，时长约三分一秒。腾讯体育讯，北京时间八月十七日，八号秀赛克斯顿的被骑士选中的时候，曾期待和詹姆斯并肩作战，而如今他已经接受詹皇加盟湖人的现实。赛克斯顿表示，现在是时候轮到他和他的队友们站出来帮助球队。库里、詹姆斯是最伟大对手，希望自己在勇士退役。在今年选秀大会上，赛克斯顿以第八顺位被骑士选中。他在接受采访时喊话，即将要进入自由市场的詹姆斯。詹姆斯，让我们一起重返总决赛。赛克斯顿情绪激昂地说道。但在选秀大会结束后差不多两周的时间，詹姆斯就宣布离开骑士加盟湖人，将自己的天赋带到洛杉矶。赛克斯顿没能和詹姆斯成为队友，而且到了新赛季，他肩上的担子要重了很多。其实在失去詹姆斯后并没有打算重建，他们的目标是打入季后赛，这很大程度上要看勒佛和赛克斯顿的发挥。赛克斯顿在最近的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已经接受了詹姆斯离队的事实，并表示要努力帮助球队变得更好。事情确实没朝我的预期方向发展，但这没什么，赛克斯顿说道。我知道现在是时候轮到我和我的队友们站出来，我们要确保所有人都能打出好的表现，我们要继续努力训练和比赛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小人